我大姐夫挺有意思，你怎么的？你怕这泥鳅跑了啊？不是不是，这雷峰塔底下镇的是白蛇呀。我知道啊，咱不是没蛇吗？啊，拿泥鳅代替，没事儿、啊，我把泥鳅接起来了，显着长。行、啊，大姐夫创意不错。哎哎，今天啊，我请你当厨子，我请对了。你还说呢、啊、差点没累死我。怎么了？你说你也是的，人家那么大老板来家里边吃饭干什么呀？你把人家请到外边大饭店吃多好。你懂什么呀？我告诉你，家宴哎是老板最高规格的款待。哦，王总什么人啊？啊，身家几十个亿啊，能到咱们家吃顿饭，这说明我们的关系到了到头了。到头了。哎，到位了啊！到位了，到位了，到位了。嗯，好好干啊！我告诉你，不让你白干。嗯，我跟王总是有项目，今天这个项目要是成了，咱们家这房子啊，我能得三套。哎呦我的妈呀！是啊，哎，咱们家一共三家人，到时候一家分一套，这叫什么？这叫分家。说话我就不爱听，就没你的。你看你跟你开玩笑的，到时候朝向好的分我一套啊！好好干，肯定有你的。哎哎，等会儿咱先，咱别忙啊！一会儿王总就来了，啊、我交代你那个规矩，你都记住没有？我记着了，你说一遍。多敬酒，少说话，你就别说话。啊、行行行，不说话。不会说话。来了来了，迎宾。哎，好，迎宾迎宾，你放心，你来喽来喽来喽。哎呀哎呀！王总啊，哎呀，小钱儿，哎呦呦，欢迎欢迎，热烈欢迎啊！哎呦，小钱儿啊，你家这房子不错呀、啊。哎呦，我这房子啊，我这房子呀、啊，是这么回事儿、哦不用我介绍、啊，街坊邻居们都知道，这房子的首付是。咱请进吧。好好好，王总啊，这项目要成了，我这小钱儿可就变大钱儿了。这话说的很实在嘛。这是，哦，这是我大姐夫，哦，大姐夫好，呵呵，自家人，来来来来来，呦呦呦呦，挺丰盛嘛这，是是是，王总啊，啊，这一桌子菜啊，我大姐夫忙活的，不是，大姐夫，别、啊、老光摆手，你打个招呼啊。嗯他怎么不说话呀？说话。王总啊，真的是太欢迎你了。王总您快坐，我都听顺丰介绍了啊，说你们两个人吧，不，你应该是帮衬着顺丰啊，关照他啊。我跟你说，我妹夫老有才了啊，真是高兴您到家里来吃啊。家里反正也没啥东西，我呢都是外面买的，东西都是实实在在的东西。您放心，家里就吃个实在，行吧？行了行了行了，别吃，差不多行了，别实实在在的。哎，说得很好嘛。在家吃饭可不就得实实在在的？哦，对对对，嗯，那行，嗯，哎，哎，好好好好，哎呀，王总啊，啊，哎呀，光临寒舍，令寒舍蓬荜生辉啊！哎，来来来，我敬你，敬敬。好，哎呦，哎呦，哈哈哈哈哈！哟，这刀工不错呀！啊，这雕的是个狼牙棒吧？不是，王总，这个不是狼牙棒，这是，这还真是个狼牙棒，就是狼牙棒吧？哎呀，这样这样这样，我回敬一杯，我回敬一杯，谢谢你啊，不客气。来，哎哎，感谢啊，哎哎，干了，哎呦呦呦呦呦，喝喝，哎呦哎呦，哎呦，干了，干了，那养鱼呢？不是，王总，我这个人呢不胜酒力啊，我是想多喝点，但是我没那个技术。喝酒要什么技术啊？啊，喝酒要的是肚子。不是，是，哎呀，
别给我倒了，你给我这。谢谢啊。哎，别给我倒，你这不满。知道你。哦，王总，嗯，是这样啊，嗯，这个我带我妹夫敬您一杯。哎，好，我敬你一杯啊。哎，等会儿，你敬王总怎么能用那个呢？啊，我用碗。好。哎呦，行吧，王总啊。初次跟您见面啊，欢迎您到家里来。好，我代表顺丰敬您一杯啊。好的。王总啊，家里边呢也没啥好菜啊，我再敬您第二杯。好的。来吧。狼牙棒掉的不好，像个雷峰塔，我自罚一杯。大姐夫海量啊，这才行，这必须追呗。哎呀，王总爽快点啊，好，快点，爽快点，好，哎呀，好，嗯，哎呀，太好了，行了，倒上酒行了啊，大姐夫，哎，你去忙吧，哎，哎，一块吃，哎，没，他还有事儿，你有什么事啊？啊，我出去想想，来，王总，甭管我了，你们吃啊。王总啊，嗯，你吃菜啊！哎呀，我利用这点时间呢啊，我给你汇报一下我的这个对这个项目的设想。嗯啊，咱们这个小区马路对面这个综合商厦呀，嗯，咱要是承包下来以后，嗯，我是这么想的，嗯，咱们应该建一个高端的商城。哦，哎，这个高端体现在哪儿呢？嗯，一定要体现在它的门脸上。哦，那就要高端大气上档次。嗯。哎，这个商品也是，嗯，一定要全世界各种的名牌啊，嗯，咱得一应俱全的，嗯，啊，噗噗的一个字儿，嗯，那就是大次。你这个音高啊，真能说明这个价位不低啊。不过这普通的老百姓都消费得起吗？哎，啊，可以培养啊，哎。慢慢的培养，它不就有了吗？哦，哎，这什么味儿？这是，这哪个菜的味儿？这是，辣不？哎，你干嘛呢？啊，我这就这么高级的商务会谈，你在这吃大葱？大姐夫，太不像话了！你怎么能一个人蹲那吃大葱呢？哎呀，对不起啊！给我一根。那我就不够了。你怎么这么抠呢？王总啊，接葱。哎，哎呀！哎呀妈！王总，你吃葱也喜欢哈呀？山东人哪有不吃葱的呀？你山东人呐？嗯，我也山东人啊。我祖籍山东的，俺们家闯关东过来的。哎呀，快进来，老乡见老乡，两眼泪汪汪。王总，王总，其实我也爱吃葱，那一块儿呗。啊，那给我一根。你再给我就真不够。你想想你们家房子啊，接葱。哎呀。哈出来，啊！让你哈，你哭啥呀你？没经验。哎呀，太刺激了！行了，王总，走吧，咱回桌上去吧。对对对，就在这儿，这儿离大酱碗近。哎呀，不是，你蹲这儿不舒服。你不懂，吃大葱的配套姿势就是蹲着。对，就得蹲着，吃得蹲着。这儿，跟我老乡聊聊，你把酒拿过来啊。哦，好。哎呀，没想到你也爱吃大葱吧？老杨，哎，在哪儿高就啊？我呀，啊，嗨，哪儿高就？我就是这个小区物业高就。一直在物业干呢？对，我一直在物业干。啊，我最早吧当兵。不是当兵，你当过兵啊？啊，我当过兵啊。我也当过兵啊。哎呀，您也当过兵啊？你哪年兵啊？我90年的兵。我88年的。哎呀妈呀，那老班长，敬礼。还你！哎呀，没想到了！哎呀，战友，绝对战友，太强！
巧了，没想到老乡，真的，王总啊，不是，您那其实我也当过兵，你也当过兵，别拉倒，你啥时候当过兵？我怎么没当过兵呢？我是89年的民兵啊，民兵。也是兵，对对对对对。哎，老乡，哎，你在部队是干啥的呀？我工兵连挖地雷的，我侦察连拆地雷的。哎呀，哎呦，那咱们差不多啊。我是民兵，做鞭炮的。鞭炮啊，这都是火药系统的嘛。哎，对了，既然都当过兵，嗯，这个饭可就不能这个吃法了。哦，那怎么吃啊？咱必须吃出点兵味来。可以啊，来一顿。按部队的规矩走，来呀！你是班长，你下命令啊！集合，向右看，站，向前看，倒吸，立正，饭前一支歌，团结一百张，团结就是力量，团结就是力量，这力量是天，这力量是钢，比铁还硬，比钢还强，向着发射的铁杆过，这一切都是都是都是。感觉了，痛快！王总啊，今天咱都痛快了。嗯，咱是不是该谈谈咱项目的事儿了？必须谈，战友之间必须谈。谈。哎呀，就是你这个档次啊，咱是不是再琢磨琢磨呀？要我说，根本就不行。哎，说什么呢？你有你什么事儿啊？快知道！别，都是战友嘛，都有发言权。不是他。那我就说话了，说，你这个档次那么高，谁买呀？对不对？咱们这块啊，总共有三个比较大的社区，哦，都是工薪阶层。现在这个地方面临最大的问题就是买东西比较困难，哦，所以我建议您在这儿盖一个大型的综合性的超市，买卖肯定好，是不是？咱这样。大到家具，小到挖耳勺，样样俱全。最重要的是，您这个产品的质量必须得好，而且咱还可以电话预约送货上门，既方便了大家，您还能赚到钱。您放心，只要您跟消费者掏心窝子，消费者都不舍得让你赔。此处有雷鸣般的掌声。行干之中见神奇，这是买卖。小钱儿，哎。你的意见呢？我的就这么定了。我决定了，这个资我投了。哎呦，哎呦哎呦，好，谢谢。不过我有个条件啊，你必须给我当顾问。哎妈，不行，我当啥顾问？我就是个物业。对，我大姐我都干不了。对，哎呀，这顾问下边就没什么职务。那就算了，要不你直接当 CEO 吧。他那个什么了，我往哪儿塞呀？你不是这样，王总，你看啊，这 CEO 啊，还是让我妹夫当。哎，我给我妹夫啊当个顾问，这行不？行，只要你能去啊，我就放心了。哎，您别放心，要不这样吧，啊，咱现在就实地考察去。可以啊，走啊，这我熟，我带您去，好吧？啊，哎呀，哎，等会儿，小强，哎，给顾问拿包啊。他没包，我有包。哎。啊，这片地理环境还是非常好的。哎，小妹夫，妹夫，拿着，把它送垃圾桶去啊！好，王总，请。好，走。我是 CEO， 你们见过 CEO 倒垃圾的呀？我是 CEO。